这一个是，看你不要带第二生命啊！啊！又是罗健，如果他说你转身去打罗健，罗健就没有了。我们欺负来一下。没有啦，我们很公平啊，开个玩笑罢了。Hey, 兄弟，我是孔发 Splan， 今天玩什么？今天来到美好的星期天，一定是来玩友谊赛的啦！啊，原来是这样，所以今天的友谊赛谁对决谁呢？今天友谊赛很特别哦，很特别啊！那是怎样特别？我们植入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主题——躲猫猫哦，所以今天玩躲猫猫，不是玩谁对决谁啊？对了，没有讲谁打得谁不打得，今天全部人都给我们打。对了，因为你想象我们一开始做这个频道的时候啊，我们是讲躲猫猫上500分的哦。这样子啦，可以。所以今天是怎样玩？今天我们玩的玩法就看哪一个兄弟最厉害躲的啊。所以一开始你是选法兰克，对，法兰克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个大魔王，然后其余的兄弟选什么都可以啦，就是小鸡啦。所以讲他们选什么都可以，对，有里昂的话呢就更加好啦。对啊，就给自己加分啊。就在这一次的游戏里面，里昂或者是其他兄弟可以刷大招的。对啊，但是呢，只要时间到了，法兰克就会出去找人开始找人了。如果这时候如果里昂学会了隐身的话呢，就更容易躲到更隐秘一点。万一我到了你草丛之前，你隐身离开，我抓不到他的。原来是这样子，这样一开场，所有的兄弟就会躲到去中间集合。对了，我们会一开始集合好。然后法兰克一转一个圈圈，就代表游戏开始啊！游戏开始啊！所有的兄弟可以开始去躲了。对了，我们的时限是20秒，对吗？啊，所以法兰克要在中间等20秒。20秒时间让所有的兄弟躲一躲先。对了，躲好了过后，20秒一过了，法兰克去到处找人了。找到谁，那个人就要站着，就代表他已经是不能反抗的啦。对了，就是一被法兰克找到的人，或者是很明显法兰克在追着你了啊，你就要站着了啦。对了，希望这位兄弟可以配合好一点，能做更多特别的主题给大家。对对对，这是我们从一个简单的特别友谊赛开始玩起的，没有错，玩一个特别的小游戏应该讲。对了，从简单的玩起，如果看得到大家都很合作的话，我们以后就玩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点的。对，我们可以慢慢这样升级，让这个游戏更多元素啊。最重要就是各位兄弟听话，懂合作就好了啦。现在我退出这个房间，你把这个房间代码分享至这个 Discord 群里面 ，Discord 的最新消息那边让各位兄弟进来参与我们啦。对了，如果你不懂什么是 Discord， 还没有加入，赶紧加入。对了，点击下方的链接，赶紧加入我们 Discord 群，以后跟我们一起玩友谊赛，更多的互动。对了对了，好，那我们等下见 ，Let's go。现在要怎样？要走中间先是吗？对了，兄弟们会来中间这边集合先啊！然后全部兄弟哇，封神！对了啊，你看第一次这样房间没有人打我，你看到吗？啊，第一次是不是玩躲猫猫啊？全部来这边了。这样我们刷一下5、6、7、8、9啊，我们现在等火龙最后一个就可以了。火龙进来了，好，我现在转圈圈了，大家跑吧。OK， 好，20秒开始计算，跑吧。啊，全部跑了是吧？大家开始去躲起来了。现在我要闭上眼睛，不要看到我们方向。好，我先帮你算时间，可以。最后剩秒了啊！来了来了，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哎，停在这个方向，耶、okay. yeah. ！OK， 好，现在我们要去找谁先呢？我们不知道谁会在这个方向，我找到了谁？谁是第一个六？哎，对了，开始打，算大招了，算大招！哎，你看，来，真的给他赢到行了。他已经跑了我看到你了，单纯的新手，恭喜单纯的新手被淘汰了，第九名，第二个，不是第九啊，对，是第九名，对，第十名吧，第九名，第九名不能算我，对，十个人啊，现在我们去找最后这个第八名，可以，第八名有没有在这边呢？第八名在哪里？没有啊，走往下走啊，这个小小哥不懂他有没有在，没有哦，下面那一个箱子隔壁，哎，看一下有没有，第八名有没有出去，上面那个也是死了，走死了，来啊，再见了我的朋友，可以啊，你躺下也能量啊，再见，喂，走啊，这个还被吓到跑出来了，我已经看见你了，好了，还要跑，我们现在就来，喂，梦想，这样我们掉到我在外面的了，给毒圈堵出来了。
上面有一个啊，这边这边，啊，现在轮流转转到这边了，来，来，哎，可以，很进阶，两只苍蝇跑下来了啊，我们去追他们了，可以，哇，法兰克还是蛮，苍蝇在这了，所以这个法兰克没打你之前呢，你不要乱乱动就对了，还没有打到哪里，不要跑先啊，结果第一名是 Percy Jackson 的，恭喜我们的 Jackson 成为了第一场的第一名，对了，第一场第一名，接下来一听哪个第一名？难得你可以拿第一名啊！我之前每次拿第九名、第十名啊，现在千方百计想出这个策略来拿第一名，原来是这样子的。啊，好，现在我们准备第二场，可以。哎呀，来到第二场了哇！啊，第二场直接往中间跑啊！经过第一场过后啊，其实很欣慰，那兄弟们有跟着规矩这样子啊。对了对了，因为有些兄弟啊不听话，一开场乱乱跟你乱来的话，你很难受。哎，哇，真的是很难见兄弟们那么合作哦。大家都到齐了吗 ？OK， 来到齐了，来，把圈圈大家去跑吧。OK， 好，二十秒倒数。OK， 我要闭上眼睛，不可以看到先。啊，我看。忙忙这样子转下圈圈，没有没有在卡墙边？不知道这次他们会不会躲到太外面去呢？啊，躲太外面去就有烟跑进来，就很危险了。对了，刚刚那个毒圈已经证明有了。对对，来，四、三、二、一，开动了！耶、yeah, ，法兰克开始出去找吃的，这个方向吧，耶、yeah ！出去找吃的法兰克在哪里？首先来最靠近的草丛看，一个莫提斯在你附近的，刚刚很慢才。还在这边出现啊！你啊，不用啊！换位置啊，换位置！哈哈哈哈哈 ！OK， 其实他们这样子合作，我觉得很真的真的，这四把兄弟，哎，那边有人，哎哎哎！哇，好像好像什么？你打那个输了很多鸟飞出来啊！那个好运是因为这个先挡下来，哦，可以，不要说完这些啊！右手边一个，全部了，不用说了，一个啊，好多了，哦，你打很厉害。只要活动一下、啊、恭喜火龙啊还是没淘汰了、啊、现在我们又看一下有没有一点钟那边好像有人我是要再捉弄他们会不会自己跑出来先没有人其实啊给嘟嘟到了王俊杰啊给嘟嘟到了不过不用紧啦玩开心就好了看哪位兄弟躲得最隐秘的这里像、下面下面有人、哦单纯的是对，下面下面，哇，反了个好，哎哎，不用跑了，卡卡尔，哎，你们还上一场，封神真的是要感谢卡尔哦，哇，第二手命还是没有，他这个，你还要浪费我时间，差点没事，可以的，可以可以，哎，恭喜我们的第一名啦，你是谁出来吧？罗杰，可以，啊，恭喜罗杰，错灯了，第一名有了，第二场第一名罗杰的，罗杰哥，恭喜罗杰。现在我们就要准备一下，然后就进入第三场是吧？嗯，对了，换一个地图先，可以，没问题。哎呀，第三场的地图黑黑啊，天黑黑啊。对了，天黑黑玩躲猫猫才刺激嘛。哎呀，很有这个万圣节的感觉。对的，哇，兄弟们快点出来吧。可以，直接去中间集合。哇，这是一大板，现在李阳趁这个时候死抓那招。对了，一二三四五六。有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八去吧。对了，马屁走的有点慢，不能怪他，他也很无奈的啊。可以，倒数二十秒了吗？倒数这了，倒数这了啊！等下最后十秒会告诉你。好的，可以。现在看各位兄弟躲去哪里？但是有些兄弟还没有躲出我的范围的感觉的话，我一下就可以找到他了。来，五、四、三、二。一零噔噔噔 ，Yeah！ 这次来一个特别的玩法是什么？特别的玩法是什么？去外面找先啊！先从外面找进来。对啦，躲在最外面未必是好的。对啦，你以为我每次都会从里面打起 ？No no！ 这个是我第二名的草丛，记得吗？啊，吹啦！哎呀，我以为 Jackson 可以缠连的，结果他死掉了。没有，他也躲在外面是最安全。对了，你知道布莱恩比较聪明一点啊。这边我已经看到有人了了啦，这个你就不要动了啦。耶，夜神刀，你已经死了。夜刀神啊，夜刀神，一来还想跑，第二反应就是要跑先。对对对，那个是正常的，真的。比刚刚在想布莱的视野可能看到这边啊，下面下面那两个在草丛里面动来动去的时候，给他爆！
还在跑第十，中美次。哦，我知道了，这不只有一个，有一个李安已经跑掉了。可以，不用紧了。哎，还是看到了。现在我看到你啊，李安。啊，就对了。哦，被打掉了，疯子。然后就是这边一块草丛这边有了，可以。锤歪还要锤歪，锤不中，什么东西？现在上面这草丛一定有人了啦！如果这样的情况啊，哦，我的我龙标了，可以啊！哎，看了发现了啊，这样子最后一个第一名了，可以，没问题。啊、最后一个是，看了你不要带第二生命啊！啊，没有死亡剑，如果他是你转身去打罗杰，罗杰就没有了，我们起不来了。没有啦，我们很公平啊，开个玩笑了。我以为我是第一名啊，没有第一名跑出来的，哎，这么打我啊！原来法兰克打死人之前给换目标的哦，哦，他没有想到哦。罗杰此刻的心情应该是什么事哦？可以啊，现在我们第三场完了啊，是不是？第三场又是罗杰哦，对了，罗杰连续拿两场哦，哎呦，真的是不简单。这样，现在我们准备一下，我们去第四场。第四场我要找罗杰出来先。所以第四场的目标就是罗杰。对了，我要想一下罗杰的思维。可以，没问题，准备一下，立即开始。Yeah. 哎呀，现在怎么样啊？对了，大家直接往中间走，兄弟们越来越熟练的往中间跑去了啊。啊，玩过了几场嘛，大家都开始会玩了。对了，但是一开始会玩不代表你躲得好。嗯、啊，到齐了吗？到齐了，三四可以了。好的，来，我把转圈圈跑吧，你们跑吧，倒数二十秒。那些李阳在开始刷大了，可以，没问题啊。啊，来来来，快走啊！怎么选个芭比在那边？走得好慢啊！还要弄我上了两次的，哎呦！啊，可以可以，来七、六、五、四、三、二。一零噔噔噔噔噔噔啊！大魔王法兰克要出发了。这次我换一次思维，从这个方向开始啊，从这个方向开始。我觉得有可能罗杰。哎，风神，看到你啊，风神，不用跑了，风神出来，风神啊啊！被抓到了啊，风神，不要继续跑了。还有罗杰，啊，罗杰，现在罗杰在哪里？在附近呢。跑不远，哎、怎么又是你？真的啊，每次出来皮痒痒。哎，你又送我一个，后面哎，卡尔，耶，卡尔不见了，没问题。哎，但是我要检查一下，可能罗杰在这边里面。下面啊，罗杰你在哪里？啊，这一场就是要打罗杰。可以，我们要出其不意的找。出其不意这样子，他们很紧张了啊。有些可能为了跑毒的路段动一下这样就完了啊，可以不用紧了、啊、来早上走仔细这样子找到罗杰出来，你跟着烟来走走耶耶、yeah, 不是非常的那么幸运的、哦、对了，但是怎样讲他现在还是大赢家哦，他再次是赢两场的哦，对对对啊，毒烟已经来到了啦啊，我在这边啊，王俊杰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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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大早跑掉了，但是他来了，耶、yeah, ！探春是新手，可以了，可以了。现在我们就剩一个草丛，哎，哎，风神，我已经吹到这个了。不错，这个是什么？耶、yeah, ，刀神，耶、yeah, ！现在就是，哎，可以往下面走，往下面走，往下面。哎哎，有个火龙哦。对了，火龙要死了，火龙要死了啊啊！火龙，但还要跑，还有要跑在你，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到。应该是 Percy Jackson 啊，是 Percy Jackson， 耶！啊 yeah.恭喜 Percy Jackson 呢，又拿下了第二名哦。对了，这个是第四场的第一名，嗯，还是拿了两次了。这个罗杰跟 Percy 很把耐躲 哦，很厉害躲，很厉害躲。嗯啊，不用紧，还有最后场嘛，最后场就是定胜负的时候了。对了，他们如果能拿到第一名，他就躲毛毛之王了。可以，啊、没问题，我们前往最后一场出发。可以。好了，哇，最后场吃鸡啊！嗯，洞穴迷宫啊，哇，全部草丛在中间。对了，我们需要去中间集合一波先。进去中间集合先，哇，但是中间很危险哦。你在中间躲着人啊，躲在什么地方？就那个边。在中间这样知道有没有十个人哎，给点时间他们，他们尽管来好了啦。可以了啊，来了，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看不到我转圈圈。可以了，他们就出去了，出去了。我转，大家开始跑了。倒数二十秒开始，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啊！
走，你们不要在那边刷到招了，快点跑啊！但是搞笑是，我觉得一定有些人啊想留在草丛里面的哦，是这样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最后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Go go 来，我们首先去找一找人先。可以，我觉得里面会有人躲着的。对，先从里面插完先。可以啊，除非有个阴面人在捉弄你啦。喂，等会把那你录一个 video 下来，不是笑死我？哎，上面有一个老麦。哎，我看到了啊，但是我先不适宜追出去，我要把里面的家里面的虫抓掉先。但是好像一直在给我跑圈了，对吧？会跑掉了。你已经死了啦！这个地图设计啊，怎样跑出去的嘛？不用紧，你看这他可能还在这边，还在里面呢，他还没抓到去的。找一找，等会就会往下面跑了，真的。你要这样找？我的心理战术了。哎呀，有人进来了啊！这次他就很生气啊，队友的。为什么你们死棍在那边打？我算他找啊！啊，两个人一次再见了，可以啊。现在越来越多人跑进来了，这个风刀神应该会跑去这个方向，我就直接拆掉。锤爆他两个人！哎呀，哎呀是火龙啊！喂，那个风刀神呢？我明明是抓他的哦。不用紧，不用紧，在下面咬人了。大家应该已经进来了啦，现在我就是大家一起玩转圈圈的时候了啊！夜刀神，可以。哎，谁跑出来？要直接打杀！哦，上面，啾！来，大锤下去，耶、yeah! ！黄俊杰，哦，黄俊杰是最后一个活着的啊，是吗？嗯，哎呦，所以黄俊杰拿了这个最后场的第一名啊！对了，总算拿过一个第一名了，哎，还不错，还不错啊！这样子，我们 Jackson 跟罗杰之间还没有分出胜负哦，那怎么办呢？我们再来多一场了 ，Yes！ 但是这一场是我们两个罢了，是吗？嗯，把其他人换掉了，我们看我们两个谁能活到最久，可以，啊、没问题的 ，OK。为什么我们又回到这个画面呢？过了，为了要让罗杰跟 Jackson 能够分出一个胜负，嗯啊，所以大家就一起来玩多一场了。嘿嘿，到底哪里是中间？但是这一场呢，啊，我们玩的方法就是说布莱恩去找人嘛，嗯，然后其他的兄弟因为没有分完了的，所以他只可以跟着布莱恩一起走，然后罗杰跟 Jackson 呢就负责去躲了哦。哦，啊，这时候布莱恩转圈圈，他们两个就要去躲了。对了，啊 ，Jackson 跟罗杰开始可以去躲了啦。可以啊，这时候其余的几位兄弟呢就跟着布兰大哥一起找事、啊、一起走。这卡尔为什么又跟上去别人那边了？哎呦，哎呦，真是难搞啊！对了，哎，真的是很难搞。回来，火龙，火龙，为什么在跑？回来，怎、啊、么你要去躲？他们应该是搞错了。哎、回来，哎，这个好 ，Go 出发了，反正出发。发现为什么这样子了？出发，来，先把火龙干掉嘛，火龙，哎，不听话的火龙。不听话啊！打你一下啊！不听话！啊、来，卡尔不要坏蛋，卡尔不要乱捣蛋，喂！这个捣蛋的卡尔啊，下次哇！你看几多小弟在这边啊！感觉啊！出、啊、水！自己获得了胜利，有的还看上面已经看到不是杰森也杀掉了啊，很开心啊！在这时候，我就要带着这些人一起去找罗杰出来，发一个奖给他，一起去迎接这个得到名号的大赢家。对了，我们的躲猫猫之王在那里，躲猫猫，连最后都不给我找到你，哎，我吹一下钱，开玩笑的啦。哎，罗杰，罗杰，恭喜你，罗杰，恭喜，还是要被我打。成为了多妈妈之王哦，可以了，所以现在全部在中间开班第是吗？对啊，你们开班第是吗？影片变量长很难剪的，全部死掉！啊，快点乱打啊，随便打随便啊！不要跑了，不要跑了，我枪！造反了！连大哥都敢打，等了五场，他终于忍到直接杀掉我了。终于有机会了、哎呀，前面几场都不给我杀你是吗？啊，叫我张嘴给你打。啊，好了，也这次友谊赛也圆满结束了。对，非常有趣的，非常有趣的，感觉笑点很不错。
也是恭喜这一次的大赢家是谁？罗杰是吗？罗杰，啊、罗杰获得了这个 Discord 群里面的躲猫猫之王的称号。对的，躲猫猫之王罗杰的。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感谢那些兄弟九位啊，因为今天我们录制的时间蛮长的，因为规矩特别嘛。对对对，啊、也感谢大家非常踊跃的来参与了。嗯啊，希望日后我们还有一些更特别的玩法啦。嗯啊，看一下如果想得到的话呢，我们就一起玩了。对了，主要是所有的兄弟要像今天的兄弟这样配合。啊，一定要乖一点嘛，不可以讲带你去玩一些模式，然后你不听话，这样我们很难做的。是啊，下次不给你玩了，然后你又在 Discord 那边骂我，哎呦。啊，如果以后还要参加我们友谊赛的兄弟，记得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群里面啦。没有错的啊，我们不定时会有一些活动让大家参与的。好了，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好不好？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拜拜。咦，玩了啦？玩了咯，你还想要看呢、啊？对啊，我还想要再看啊。要怎么做呢？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将会在每逢一三五晚上七点上传新的影片。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拜拜。